我想跟你说一嘴，你就是再干活也白扯，俺俩吃完饭了。你吃完饭跟我干干活发生冲突吗？他说他不是来吃饭的。对呀、啊。中午吃的啥呀？中午啥没吃呢。给你整那个啥呀？鸡蛋灌饼是不是？老好吃了，我吃俩。你吃俩，我就得吃四个，按体格分配。不是，我吃俩已经凑够呛了，现在。那我能吃四个，没事。今天可把俺们姐俩忙懵了，刚才快递来了，咱家就等俺俩打包。嗯，完了，你说你早点来。所以我借此机会想跟大家说一下，虽然双十一已经过了，但是我们店铺的活动依然还有啊，大家想下单随时下单，依旧是活动价。而且现在啊，泡菜、冷冻品是发货旺季，所以说你们压根不需要考虑在路上过变质的情况。这波广告打的六不六？能够吃人的嘴巴。你想好了，你小姨子下厨给你做饭啊？对，我刚才说了，能吃到嘴呀、啊。我自己给我自己整了两个，就鸡蛋没灌明白，但是也吃了。你这个锅你一定要炒好了，别整油啥的。没事的，我就刚刚吃了一个糊的，一个还过的。是时候我表演真正的技术。我刚才饿懵了，自己炒了个鸡蛋炒饭，然后小明自己在这嘎整了个饼。没了，你说错了。嗯，明明是你饿的不行了，你在炒鸡蛋炒饭的时候我在干活，没吃完的时候我活都干完一半了。明明是我一开始在干活，完了后来我开始吃鸡蛋炒饭，你又干活了。明明是早就出肉去取的货，我去店里头上西厂冻拉了的，对不？对不对？我调下监控了。别调了，俺俩说你老多坏话了。是吧？我听见。这是我老多坏话了。没有，俺俩是那样人吗？我有点不信，我俩都背着的，就没中间没有，我俩进北京街嘟嘟就说完再出来，是不是？自从店里安了监控之后，我小妹跟我都不敢说悄悄话了，不敢放肆了。嗯，饼不行，饼不行，饼先下锅，你先打鸡蛋呢。不用，那时候你就不专业。一个蒸锅好，还得来个锅。这个，你看这个，嗯。鼓起来了吗？嗯，然后鸡蛋打一下，然后给它扒一个眼儿，来了。你拿平底锅多好啊，技术不行还非得用炒锅。啊，这张金盆，但是不就灌进去了，这样就行了。火还给上点儿。不干，我走了。哎，姐夫。哎呀，糊了。我们这个就是要这个效果。不是这个行，这可以不干糊、啊嗯。你饼你不烙出金黄来，那能好吃吗？对对对。有萝卜块接梗，那你筷子挂完了，就这样刷完就往这儿一扔，那不着急吗？你看一下可不可以吃？可以吃继续再做。卫生你过得关，行不行？那个台子上，我们一天擦860遍。你一天擦2遍，我都怪你掉姐。姐，我今天擦了2遍了吗？没有。你看这个真的不错，姐夫，你看。哎，你这不是技术呀？真的不错，是不是？啊，真可以啊！真可以，来，第一个先出锅，你先尝一尝，味道怎么样？可以的话再给你，接下来再给你烙4张，中不中吃？这饼皮倒是真不错呀、再尝尝蛋，嗯，这个蛋的火候掌握的特别好，嗯，就是嫩嫩的，嗯，是不是？可以吗？还做吗？嗯，做，继续。头一次被受认可也不容易哈，我一直被受认可。上次的那个肥牛火锅啊，还历历在目呢。上次跟我们俩做减脂的酸汤肥牛火锅，料不行。你刚刚又来料了。小西，嗯，你知道我对你印象最深的时候是啥时候吗？啥呢？你家在那个老黄七楼的时候。嗯。啊，你姐说做酱油肉，那你告诉你姐全搁酱油，不会喝的。这事儿过不去了。哎，从那以后我对你的厨艺大有改观。那个我跟你说，我婆婆家那时候还住平房呢，我特意为了这个酱牛肉回去学去看的呢。完了没学明白？我记得真是告诉我就搁酱油的，可能他的意思是就搁酱油不用搁盐，我就以为就搁酱油那啥呢。哎呀。没把俺家齁死。你姐回去做那个二斤牛酱油，我都恨不得吃一年。那他的问题，他这点常识他都。我给你打电话了，我是不是问了？我一点水都不放啊！你说对，就光放酱油，纯酱油炖，一滴水都不放。你洗个澡，我你赖谁呀、啊？我在旁边听着呢，真的。那你洗个澡，我你赖谁呀、啊？
我本来就不行，你还能信着我？那你这关系？你不是特意学的吗？你跟我讲的吗？你说就那么做。没学明白吗？看来真是饿坏了。你不是来蹭饭呢？你就这么好吃，吃点能咋的？你以后再来蹭饭，你提前说一嘴，完了俺俩就提前把饭备出来。你一不来，俺俩吃完了就寻思没人吃了呢。对，你得十点就得告诉我们。嗯，我就提前把饭焖上。那俺不搁油吗，小新？正常是搁，当然我就省略了，因为发现不搁油的也好吃吗？嗯。还说过，不用平底锅，这锅照样可以，看见没有？你这整条地下来。还要吗？来，还来？火候再稍微大点。行吧，鸡蛋火候再大一点。那不行，那就糊了。那你看一下子，这没熟。就是要这种有氧蛋，半生不熟的最有营养了。你坐在地上。嫩嘛，咱们吃的是蛋，是吃嫩的。嗯，对对。对不对？嗯。你要是给它整熟了的话，它就老了，不好吃了。嗯，对。姐夫，给你来点辣椒酱，来，给你来点蒜蓉酱，来，这个可以蘸饼吃。看我火候控制的非常好，真的。你看，哎，里边的鸡蛋确实挺嫩，你看没熟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你自己烙的。啊、我自己烙的。你自己又烙了。嗯、我整的那三个都很好，真的一点都没糊吧？嗯、这个糊吧，就觉得是自己烙的。我跟你说，你给我放了，我给你打十个啊。不是你的厨艺还是受认可的，小妹，嗯，受到认可了。我二斤牛肉不还你家了吗？那事忘了行吗？不行，忘不掉。